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呀！今天来给大家介绍一款非常经典优秀的月季，它的名字叫做冰山，就是我面前的这一颗。风化程度还是很不错的，而且它可以在一年四季持续不断的开花。它的香味是基本上是很淡的茶香，就约等于没有。它一个非常大的优点，就是它最大的优点是它的开花性特别的好。它的颜色是接近这种纯白色，它是一种半重半平展的花。花初开的时候是一个高星翘角的感觉，在夏天盛夏的时候，它的花就会变得更加的高星翘角。它的耐热性是还 OK 的，它现在的花茎大概是在6到7公分左右。等到了夏季的时候，它的花是缩水到只有4公分左右。在这种露天环境栽培下的话，在多雨地区，它的黑斑量可以达到全株的1/2，成年冠幅大概会达到1米，在我在深圳人民公园看到的这个冰山月季，它那整棵冠幅可以有这么大一棵，就是说它的冠幅还是很大的。虽然说它的冠幅很大，但是它还是挺适合盆栽栽种，因为它开花性一直都是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。如果你把它修剪的比较狠的话，它这个冠幅还是可以控制在相对比较小的一个状态。好了，今天这个非常风花的一个白色的经典的月季冰山就介绍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一键三连哦，拜拜。